大家好，今日已经是2月21日了，差不多是这个又到到要期指结算的期间。在这一点里面，资金的移动一定会是有多了的是波动性的。好像在这个北水方面来讲，由于是等等的因素影响，就是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有些是流出的。但是我們看到整體來說，到了今天的上午，北水的流入似乎是多了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？